玛利亚，你是一个有福气的女子，你要成为救世主的母亲，上帝要把救世主赐给全人类，你要给他取一个名字叫耶稣，因为他要把人类从痛苦当中，从罪恶里面给拯救出来。求耶稣来保护我们，求耶稣来照顾我们，赐给我们智慧聪明，让我们好好读书。这时候呢，师母老师要带小朋友一起来祷告。今天下午，我们求你，也降生在我们心里，住在我们的心里，永远不离开，做我们最好的朋友。小孩祷告，靠耶稣的名字求，阿门。